欢迎欢迎欢迎，欢迎宋茜。茜茜。好，同样也有请宋茜也挪步到我们右边呢、啊，右边的拍摄区域，对，也给我们的摄像老师多一点的时间。好的，也有请宋茜挪步到我们的采访区域，有请。茜茜，哎呦，宝宝越来越美了，谢谢。你好吗？我挺好的。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茜茜刚拍完我的那部我做制片人的那个陌生的恋人、啊，很快啊，明年就会跟大家见面了啊。现在正在拍什么？现在在拍风起洛阳，对，在蛮辛苦的。对，古装，我还要到横店去找你配音呢。好呀，好呀，欢迎欢迎，好不好？嗯，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你入手的一个冬季的时尚单品，有没有推荐给大家？冬季的时尚单品啊，我觉得就是我最近买了好多保暖的东西，就是那种保暖的围巾，它可以自动加热的那种。哦，真的？好像在打广告一样。对，我就想买一个试试看，但是我试一下，我觉得还蛮就是挺保暖的。尤其拍戏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一冷是吧？然后开机之前围上，对，然后要围上，它会自己发热，所以就挺好的。而且它是锂电池。嗯，对，你怎么那么懂？特别环保。哦，看来我们是同类人。锂电池啊，太好太好了。好的，那谢谢茜茜，一会儿我们内场见喽。好，好的，拜拜。